没拦起来，还在厕所里面，还在厕所里面。没拦，还在厕所里面。哎，我操！行吧。哎，我打不到他。他不在厕所嘛？我的角度看到就进厕所。没在厕所。哎。啊。他队友在哪？不知道啊。我这过点，我这过点，这过点我不敢过。 他妈跑出来干嘛的？这是蹦啥？哎，这是。没队友兄弟，他在这爬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怎么六十六级？什么东西？他说我是挂，我六十六级。挂比英雄。还有个裸的。炮楼到了吗？炮楼到了，这么屌。 炮楼估计在楼里。哦，这他妈肯定在楼外了，他哪里进楼呀？不知道他有窗户可以进楼。没有，就他翻窗户会破玻璃的。三口。邻居。上墙了吗？中一墙。嗯，准备上了。啊？这又被喊了。 啊，枪声了，死了那个，死了一队的，一队的跟那个，山上有个裸跑的，山上，哎，我真操，打两枪，这鸡皮枪，过了，快点，轮两枪，上厕所了。 完了，你妈真恶！那个石头那个呢？哎，跑了，倒了。厕所后是吧？不要点，这块，标不到。啊。标后面，你侧身。 我操！89K啊！完了，他不会队友在右边吗？没看他队友，真有队友，兄弟，他左边蓝标打头了，右边没事打的我，我封烟了，我的烟里面，炮楼有吗？刚有，炮楼有的。 那我不知道。还有个二楼，还有个。还有个吗？嗯，大厅。来了。直接砸他脸上。哎，剩个独狼不倒。